还有艾瑞克能不能活一把？看飞球，看飞球，先不让看飞球，先让看飞球。星星德呢？大饼姐夫、死灵、阿里萨诺斯、三角、Sugar、月亮、小红、方块、麦尔、替补的 Eric 和我。三角没有。OK。要我替补跟我说。来一个那个。Sugar 去，Sugar 去星星。就我这。来，走。现在别跑边输出。三打断准备。好多了，练两把就好多了。骑士爸爸们。3, 2, 1，注意脚下。先黑这边来。先黑这边来。后天去打算去。嘲讽 boss， 注意减伤。主要转小怪啊，不想停手就主要转小怪。不然搞得大家听说有问题就不太好，主要去搞小怪去。那你们输出的目标就不对，比如说 DZ Eric 目标就没有转。3, 2, 1，注意脚下。黑水边站。现在把 boss 不要带过来了，打小怪去。boss 不要带过来了 ，DPS 等炸完可以打小怪，去打小怪吧。boss 拉一边玩去。准备特殊技能。黑水、黑球、黑球、黑球在脸上。黑球在脸上。星星、老陈、大饼、Snoopy、紫菱、DZ、三角、三光、月亮、Nomi、方块、魏老板。替补的是一战。打断。大饼好像没有，大饼有，哦 ，OK， 你们需要我吗？嗯，不需要。星星来个人，星星去吧，一战去吧。星星在哪边？大怪左边，大怪左边。谁找你？你先往对面半场跑。没事，来得及。给魏老板一个自由，现在。黑球小心，大团黑球尽量小心。哎，这个怎么玩啊，艾瑞克？你告诉我个办法呗。3, 2, 1，别紧张呀，站不起来，快走快走，先走这个，先走这个。大团往中央来，
让他们黑球的在外场分散出去。我先靠的去外面啊，后靠的两个人去里边。等到老陈去外面 ，Coken 小红去里边。准备特殊技能。其他人不要站那个上面。那个上面。打小怪，打小怪，打小怪 ，DPS。准备射线了。飞完之后准备射线。注意脚下。这边站。地贼三光去外面，魏老板 Sugar 去里边。准备特殊技能。Sugar 去跟魏老板去里边。转小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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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小怪。好，打 boss 了，下一个小怪不管了。射线准备五秒啊。那个环小怪都不管 ，boss， 射线也不管了，射线也不管了，尝试，